我是公关列车长，那112年了。2月10号，台北捷运淡水新线哦。然后大安站，我看一下，也前三八分出吧，就是刚刚那班是看完象山的，那个马吉马彩绘的刚那线刚刚刚的时间，以及开往北投的 C301 型033034编程。刚那天刚刚的吃酒，然后我要到中正纪念堂去转，转那个转到大坪去。今天是安坑轻轨的首日通车日，对吧？在大安站时有台北捷运淡水线大安站7:39拍摄，来自节目外，开往北投的 C301 型03034编程。